大家好，欢迎朋友们来到红猪哥游戏解说。那今天给大家来是刚刚 SNK 公布的拳皇15本周公布的角色，没错，就是这个小姐姐叫做 King 啊，御姐范十足的 King。King 呢，他的武功流派呢是选择了泰拳，他跟东丈一样都是选择泰拳，可能很多朋友没有想到他是一个练泰拳的一个小姐姐。那从本次视频公布的视频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招牌动作啊，都是职业连环踢，包括精英玫瑰龙卷踢，一如既往的存在。感觉造型上比之前好像是年轻了一点点啊，但实际上从游戏的时间来说，他今年也是，对吧？也是五十高龄以上了，跟不知火舞帝都是一样的。我们可以看这个梅农，他的招牌的动作还是存在，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变化。那么可以再次做一个取消技连，垂直入。那下一周登场的会是谁呢？本周登场这应该是龙虎队的吧？咱们下次再见，朋友们，拜拜。